经历过此崖者。猪，杀了他，给我杀了这罪徒。季护法，收手吧，我知道你在为鲛人争取时间，但你快撑不下去了。即便我不能退，也不会退。还有谁？放箭，都给我放箭！讨厌他站着，他为什么还不倒下来？终于死了。姬成宇，继续派人去搜寻鲛人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本宫都要将他带回去。至于纪云禾，死了便死了，死了，本宫也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九尾狐的灵力，九尾狐又如何？凡是违逆本宫之人都得死。来人，诛杀纪云禾，诛杀鲛人，本宫要断其仙骨，毁其灵丹。
你身形俱灭。